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31岁美貌大揭秘，风格转变引发热议。杨紫31岁的中国电视剧和电影女演员，是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青年女艺人之一。自2011年出道以来，她以卓越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貌成为导演和观众关注的焦点。杨紫1992年出生，一直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个性，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。杨紫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且多样化，她早在2001年就在清明时节落花浴中出演首部电视剧，逐渐踏入演艺圈。她在多部电视剧中主演或担任重要角色，如《扶摇》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和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等。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还为她赢得了多个奖项和荣誉，包括金鹰奖、国剧盛典奖和话鼎奖等。杨紫的演技备受肯定，她能准确把握每个角色的情感和性格，使得角色形象生动鲜活。无论是活泼可爱的少女，还是坚强勇敢的女性角色，都能够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，赢得广泛赞誉和粉丝的热爱。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，杨紫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多次参与慈善演出和慈善拍卖，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。她还加入了公益组织，积极宣传环保、保护动物等公益活动，展示了她的社会责任感，成为年轻人的楷模。在外貌方面，杨紫一直以来都被誉为中国的国民妹妹。她拥有一双大眼睛、精致的脸庞和清新的气质。她的五官轮廓匀称，皮肤白皙光滑，给人一种清爽自然的感觉。她的服装搭配也非常有个性，展现了她独特的风格。近年来，杨紫的妆容风格有了一些变化。她以儒雅的气质和朋克的风格为特点，展现了她多样的魅力。以下是专家对杨紫妆容的点评。清新淡雅妆容，这种妆容非常适合杨紫，凸显她的气质和自然之美。轻薄的底妆，淡雅的眼妆和粉嫩的唇色，让她看起来更加清新可人。强调眼线妆容，眼线是杨紫妆容的重点，能够突出她的眼神和眼部造型。专家建议选择黑色或咖啡色的眼线笔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眼线，搭配适当的眼影，增加眼部的立体感。朋克风妆容，朋克风妆容能够展现她的独立自。结论，杨紫31岁的美貌大揭秘，她的风格转变引发了广泛的热议。作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，杨紫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。在31岁这个新的里程碑，她不仅展现出持久的美丽，还呈现出多样的妆容风格，引起了粉丝和时尚评论家们的热切关注。杨紫的职业生涯一直充满了多元化，从早期的电视剧《清明时节落花浴》开始，她就凭借出色的演技逐渐走红。如今，她主演的多部热门电视剧都在收视和口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。在外貌方面，杨紫一直以来都保持着清新自然的形象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美貌愈发绽放。从清新淡雅的妆容到强调眼线的独特造型，再到个性十足的朋克风格，她展示了多样的妆容魅力，引领潮流。专家们对于杨紫不同妆容风格的点评表明，她的妆容变化既凸显了她的气质与自然之美，又展现了她对时尚的敏锐嗅觉和不拘一格的个性。对于杨紫而言，31岁不仅是事业上的巅峰时刻，更是美丽与智慧共融的阶段。她在演艺道路上的成功和不断探索的时尚风格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多面而迷人的形象。致观众，在杨紫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们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。她不仅在演技上有着卓越表现，而且在时尚领域也敢于突破，展现出多样的魅力。让我们一同期待她未来更加精彩的演绎和时尚风格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喜爱，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